就他这个家庭就是生产的过程中，我也想，我也想转一转，哎呀，做这个这恐怕是太累。要不你去做那个酒吧？那大老爷，你这你工作好像不是那么累吧？我工作，我工作挺累的，我工作基本上20小时上炕，然后他的我昨天说，没耽误你出去玩儿，我出去玩很少，我在加州可是玩的都多了。啊，我看你哪个礼拜天天没。